哎，柯比，够代志要甲你麻烦啊！都是你的车吗？哎呀，就是这届就是我的车，就是车啊，啊都安怎？无安怎嘞，就是不知道要创啥，要车你看。不知道要创啥？无我看卖，看我身边他都哎，目的无够的了，安尼吼，好，来去看卖者。来，没啊，车袂歹啊。 车头变作水啊，都都要用。是讲后壁嘛爱创一个，不知要创啥就对。安尼哦，我咧讲哦，拍啦，无啥物好讲诶。无啦，诶，这啦，我感觉这红色的车吼，爱配一个白色的冷清较水，红的吼配白较出色。目镜我先喷白，你较看卖，安尼好不好？要喷这卡冷清，也是爱先说，处理出不管啥物代志了，拢爱先说，这先说哦，先去，较会使来处理。来，咱即摆开始甲处理落。 等一下，就是要把银色的，好喷成黑，喷成白色的，才能说黑的。白的啊，黑的。白的，白的。红的不会白，哈，不是会黑。柯比，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？注意的地方哦，然后啊，讲到这里就是讲到美容有关系的嘛。假设这里天气咱不会喷，越强的药水啊，有可能会把铝圈咬伤。嗯。假设刚刚我们是喷整个，如果比较强，可能就一支一支慢慢的。 喷一喷，赶快冲掉，冲掉这样，不会伤到铝圈啊。因为今天我要喷漆，再怎么强，可是嘛，咬到褪色没关系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上色，那就摩擦。而且是要先洗吧啊，你不是要先洗，它带来喷起来哇，所谓白啊，比如说有柏油啊，然后去残胶啊，一些东西有什么要都赶快上面，脏污啊，把它洗干净。重要的点就是你看哦，眼睛看下去是这样，有时候刷上面我们看不到，嗯，有没有？哦，记得上面都要多刷，有时候你头就是要。 压下去看一点，我也路没清气。我现在洗完啊，你练洗一连过哇，撞了一圈，黑的跑出来。嗯，对啊。好，我拿水枪来冲了。咦，还是咱简单嘞，咱人洗冷清倒啊，哪里是咪好练？拍完了。拍完了，咱人先都比较，对啊。啊，你用洗完就是，啊，这车本来就水啊。最好是。一连过嘛，这是。一连过嘛是拢会垃圾吧。 像那种什么保护蜡那个哦，那个轮胎油哦，嘿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轮胎油是可以上，可是不要上太厚，太高啊，太高的去水也水，嗯，会把油这样，因为轮胎会转嘛，就都会碰到油，有些会都碰到油油。啊，因为轮胎油的东西油脂都不是很好，不要太厚，最好不要都柏油，因为柏油如果没有洗起来啊，到时候就会凸起来一颗铝圈啊，因为它本身是铝的嘛，所以说。 都一定都有烤漆嘛，不然就是另外一种就是电镀的嘛。这有些为什么会掉漆啊，会坏掉啊？漆有时候停在路边呢，嗯，小火会尿尿，尿尿就会侵蚀物质。然后不知道还是谁啊？哇，谢谢学长，这也是教你们一点洗车的小技巧。对啊，这样洗一洗啊，车会变轻啊，不用带头啊。哎呦，干那么丢哎。 啊，被喷惨嘛，你有？对啊，喷惨还行，刮过一点。因为你看哦，这边都有刮伤，你俩拢无啊，这个跑过去就可以了。不然这样漆喷上去，一吐了拉开，就用诶粗一点，把先把它磨平哦，磨平之后我们再来喷漆。反正就刮伤比较严重。如果教友们没有刮伤漆，就不用这样磨。 没有工具的人怎么办？工具的人啊，对吧？使用手也是可以啊，手刮较慢啊。像因为你很多工你技术太好的，容易撸干呢。不会点台风会撸掉啊。是我拢离足远的，就撸袂掉啊。撸远太远的人就不会，对啊。科比，哎，今麦你创啥？要把它表面磨过。哦。把它喷漆才会。全部一起。对对对。一起磨是。全部都要磨，就是你整个铝圈，不管你这种算比较不好磨的，为什么？ 你看到二四六八十十支，你没有几个缝，因为我不太会算，你能算一下，不然一样一个三角形都要用嘛。哦，这个长方形里面内外都要磨到啊，磨碎。啊，磨水缸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也不会磨水缸，这个啥？是吧？你啊，比如讲你，真正无水的，你用喷的嘛？你那喷湿，啊，喷出来就拿磨啊。你想过问题，我一早是较早想过安尼啊。哦，啊，较早有人叫你换车。 较早呀，无咧，我无车通换啊，哈，我拢骑摩托车啊，跳得快，你这个算漂亮的。
有些会有氧化，黑豆卡牌处理，氧化那个一定要把它磨开，磨开之后才可以分析氧化的地方在，它还是会氧化，继续氧化。我你看，卤的拢垃圾对不？嗯，对吧？这是你的背后造成的。你看底下底漆啊，漆不见得是黑色的，没有，你有发现吗？白色的车啊，掉漆什么颜色？看起来黑黑的，嗯、黑色的掉漆是白的。白的，你看，等一下去找一台去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等一下我可以去找一台随便看一下。嗯，不然先看这台看看。一定有人有问号的，啊，喷漆要怎么喷，对不对？喷漆等下喷上去啊，那个嘞，里面的卡钳啊、碟盘啊、啊轮胎嘞。因为第我们没有为了成本嘛，我们要把轮胎拆下来嘛，所以一定会喷到里面啊，所以要一个秘密武器，对，先卖个关子。哇，柯P，你现在要来关心国家大事了吗？现在无同款，好啊，别来拔脚嘛，拔脚是要过抓就出，啊，来跟他滚嘛，嗯，不是啦，你看，这他都要讲的秘密武器，嗯，这啥意思不？扑克牌啊，扑克牌，扑克牌没拉胜，靠你没拉胜嘛，这我来讲，这是有在讲秘密武器，这。他当然用会到，破断嘛是用会到。好、嗯哦，来，我来找恁去看一下，我要哪用？先看都出现咯，这都是固定的啦。哦、我讲过啊，我明讲啊，大家拢知影。我的量就是固定两三，不过再讲，不要再提。谢谢大家。啊，一样啊，一样要擦。觉得毛细啊，毛薄啊，但是嘛只爱切。这步骤就感觉了，冲多泡盖送。中心思想就是，如果没有擦。残余有蜡啊什么之类的啊？为什么蜡不能喷？蜡你喷上去很奇怪，它会像火山一样会这样晕开，就喷不住了，就一个洞这样。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擦干净。好啊，再来嘞，这是什么呢？刚刚不是有看报纸的布座？布座的话，咱几啊级的这种最重要。这样啊，你看报纸第一，你看还可以用，你可以拿来把它揉成一团，是吧？把它放在里面，塞进去吗？哎、欸，对，你看，塞进去，嗯，塞进去要挡住什么？卡钳啊，卡钳，对，碟盘啊，把它挡住，啊，不然喷上去就喷就擦了啊。包好之后啊，等一下还是要稍微再做一个检查，整个检查，比如说你包的时候不能这样遮住，到时候喷就少了一角嘛。所以如果再用，一定都要把它放在这个里面，对。啊，就是最后的检查嘛，不要去挡住你会喷到的地方，好像一圈，哇，这样可以喷了吗？还不行吧？还有这个啊，刚刚那个，哎，扑克牌嘛，要加十三 G 的，这是要干嘛的吗？这是要你看，射落去，哎、欸，等下弄个筒花顺出来了，好啊，是这样把它射落去，也可以这样啦。你如果假设这样是可以，可是这样比较容易喷到轮胎。好、啊，我这次故意把它弄这样。啊，为什么要扑克牌？因为这个垂手可得。好，便利商店也有卖。嗯，家里应该都应该都有玩过，用旧的也是可以啊。那如果不用扑克牌，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？比如说你赌蓝柯P有没有柯P的名片也可以啊，名片也差不多大小啊，名片也是可以啊。对，比如说你有过期的名片，你可以拿来用啊。你看，你再远拍一下，啊、再来是螺丝嘛。嗯，螺丝你想不想喷？如果不想喷，就是这样转一圈，把它塞进去。这样就喷不到了吗？对啊，好、哦，啊，把它压起来，把它压扁。这一集不好转哈、哦。嗯。你看它还趴着，我应该在侧拍，赶紧 keep 给它掉。哦，连气嘴要。对啊，还是你气嘴要改色。你看，胶包好了。哇，你看远远看，真的很帅。之前有说过啊，喷漆就是。慢慢一道一道的上啊，赶快！我首先我要先大概先喷一下那个感觉，好，你不要、欸、朝上就喷了，就喷到自己，嗯，对，应该是不会这样，好，抓一下，啊，一样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啊，一般来讲啊，对，还有一个重点，薄薄的是没错，可是我会习惯性会从里面，表面是最简单的，表面你这样喷就中了，第一，因为这个如果你万一你旁边都喷，外面都喷很厚了。你 是不就这一个，外面更厚，为什么造成什么老皮？没有，所以人习惯性啊，那你先去喷薄薄啊，从内而外，对，最里面最深的、最难喷的地方哈、哦，先喷，先盖，先大概这样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先打个底，等它干了，好、哦，再来喷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就这样慢慢喷、嗯。好，再来，
一样在喷。可这个有个坏处啊，因为它这个比较低，所以眼睛看的角度，所以有习惯性我会要低下头去看。其实就是很简单啊，看哪里不够补哪里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上集也有说过啊，笨财不财务，一直笨的有啊。啊，赶快嘛，笨无过都笨啊。但是前提的是，别在同一个点太厚，水太多会流嘛，会流，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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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就不能流了。啊，流鼻水的天空进去啊，都要刮掉，都唔该。我的妈，红的过白水啊，看到无？有吗？我还是觉得金色的比较好看呢。对啊，等下可能这个关系嘛，拉掉你们再看看。我刚刚稍微看一下啊，为什么要再检查？原因你注意看，还会有一点这里，因为它是上面比较难看到。嗯，也小花哦哦啊那哇，黑漆不够高，不然等下因为这个会转嘛，转一圈你就跑出来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喷这个要注意一下。这样就差不多快完成了，而且像我讲，如果真的要漂亮啊，真的是要把那轮胎皮哈拔开，整个铝圈在外面喷，比较好喷。对，比较水啦。看，你看，我做阿面底去啊，但是你看，哇，都出色的，看到无？哦。干那是哦。哇，不错啦哈。嗯。今天教大家这一集就是帮你们怎么 DIY 喷漆啊，啊一样有什么问题一样都可以留言，嗯，好、啊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哦，拜拜。因为这个可以拆的，我们就不用包了，嗯，对，因为这个有 mark 嘛，我们就这样，哦，蝎子，但是重点来啊，你敢真正买酷鲁瓦车？买啊，不买啊？卖碟车的面头前讲啊！哦，我能看得书底下讲的嘞，好好好。那些玩过的牌，你看我要捡到这一种的，谁哥这边？哇，叶佩啊，对不起叶佩，你这样子叶佩可以吗？他们这是你家己的吗？我唔知啊嘞，那谁讲啊？我见啊，讲者。不是啊，就是车上捡的啦。那个有那个教友说啊。因为说我们喷漆啊，没有戴口罩啊，啊那个没有安全，其实不是，我戴了口罩我就不能露脸，就是这样。一般正常来讲喷漆会啦，会戴，对啊，因为不管是水性油性，还是你会闻到嘛。为了节目效果，背后施工都是有戴口罩。对对对，其实我们还蛮注意安全的，比如说你要戴手套的时候，强酸强碱还是要用手套比较安全。嗯，那其实这是水也还好啦，只是说毕竟大家在施作还是以安全为主啦。好，呼吁一下。哇，没有，红色车，好，现在配白色铝圈就是帅。啊，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我要去摘妹了。啊，你为什么这边是金的？我来讲哦，车主的要求啦，要求讲伊爱金的，我就送金的而已啊。对啊，客制化的啊，很帅哇。客制化对吧？不然请那个我的教友们投票一下，喜欢金的还是喜欢白的？你再决定另外一边是什么？对，后面变色啊，天哪！哦，对吧？对吧？来看一下，来我都塞一下。唱一首歌。暗淡酒店内，异乡下难待。这个喽。
双声带，男生女生，你看、哦、为什么这样串呢？你看为什么？是铝圈有没有看到？什么颜色？金色。金色的。对对对。哦、来，你看这边。God。哇，变线哎。我个人是觉得是白的比较漂亮、啊，对啊对啊，啊到时候刚刚有讲过，就是请大家投票一下，看哪一个比较多票，我们就决定它的去跟留这样。靠，对啊对啊，他是说要四种颜色，对啊，好啊，今天就处理到这里了啊，好啊，就这样啊，拜拜喽。